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肉，这次要来跟大家分享崩坏版的 A B C。还记得小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唱一首歌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。这首歌最主要是帮助小朋友记住 A 到 Z 的顺序，但是相信大家听了几十年，也应该听腻了吧？所以橘肉把它稍微的改变一下，让我们一起用 rap 的方式再重新学习一次 A 到 Z。不过先说啊，内容可能有点不太营养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泡我。橘肉的第一支单曲 MV 即将开始喽。Yo， A B C D E F G H H I J K L M N O P O P Q R S T U M V W X。Y and Z， 我女朋友很 A， 她经常露出她的 B。我现在没心情，但她说看一下没关系。我勉强瞄一眼，就会发现水锤一直滴。接着她拉着我的手，叫我脱掉她内衣。她一边叫我抓着 F 奶，一边摸着我的 G。本来心情不太好的，我会感觉好 H， 但是兄弟打开没保险套，真的好悲哀。她说没关系，用绳子打个死结就可以。我真的很想问你，到底拉了多少 K？ 穿着 OL 装又接着秀出你的 M 字腿，逼我。靠近你，菊花还叫我用力拼命舔。你说我说你却突然放了个屁。看你娘好恶心，真的好恶心，亏你长得那么 Q， 怎么做出这事情？看你娘好恶心，真的好恶心，赶快帮我打个电话，挂给上挂给本意。我从医院回来，发现你还在我家里，你低头就骂我到底跑去哪儿？我故意气你，跟你说我去找小姐做回事，你问都不问就往我的老二底下去。我又回到医院。这次我真的好生气，你哭着说对不起，说 I love you， 叫我原谅你。接着掏出手机，打开脸书，拿起照相机，要我强颜欢笑，对着镜头比出一个 V。保险专员说我女朋友已经领了保险金，我决定要用这些钱买的 BMW 740。结果他竟然全款捡到躲到国外去，但我又不能叫他去死，我只好 X。肯定啊，好生气，真的好生气，各位千万别想歪，有梦才会最美丽。肯定啊，好生气，真的好生气。我的名字叫橘肉，我最爱无人子弟。不知道这个版本大家的接受度又是如何呢？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哦。这次个人就上到这边了，我是橘肉，谢谢收看。想学习更多没有用的英文吗？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橘肉的英文教室，我们下次。见。